正点这个。晒了，行了，行呗，接着天暖和，能身体老很不冷哎，到时候给俺弄弄。行了，到时候给他完了就好点了。哦，在那个了。在那个啥？哦，不见啥时候都能收拾。那真。哎呀，我收拾我的。哦，你过年的你，过年的收拾干净了，不是干干净净的一样？你知道我，你知道我有好长一人。每天那又热热的没过，你说凉的呀。屋里给你收拾收拾干净点，虽然小，但是咱干干净净的在这过年。俺那也干净，暖和，俺那屋。哦，把那个帘儿，你叫俺妈给我找个贴，叫俺弄过来，弄过来了，叫俺那个地基嘛，叫他铺的全是咋的嘞？他这叫的嘞，俺奶奶叫的了，从我桌顶来了。明年了，把这看恁那庄子接上，不能饿了。行了。我这个当地恁那这个是看今儿衣服了，这肥的，这是洗的。恁那边这，那地面东西都给你扔了。你过来了。啊。看到脏的，给你包点围巾。我叫包围巾来，恁那没事嘞。都脏了，头上脏嘞！再给我包条围巾。嗯，我脏了，头上脏嘞。没嘞，脏嘞，没嘞。这都是干净净的，你把放起来。没有了，我们个这个像不像那个农村那种这那啥天在他那吹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就都围着围巾，围着围巾上不是恁那不是都戴那个一头纹的啊？啊，身上没恁那？为啥不？回到那个年代的时候，我也是围巾都在那一头纹的上做、啊、吃米饭了是呗？可是，哎，我那个还不暖和嘞，暖和就是暖和。天哪，后一天娃说说得往飞机就装，行吗？是呗。嗯。我把这个里头的烫土扇风，要拿条我这扫一下。可以吧？我给你做手指干净。
改的嘞，还我手指也改的嘞，那改的嘞，这都还有刀嘞，就放放这吧。我早一点了，干活练手了都。都省力了，都给你肥大了，是不是？你不用肥了。把床下都给你肥大了。不是，摘了，俺去把那洗地了，洗地了，长洗地有娘娘。搁小车吧，要不然你过去，要不然这个一摘水沉的，你都摘不动，知道不？搁小车。啊，搁小车吧。垫进去。嗯，咱垫进到那不是摔开了，不对吧？弄个洗地就洗洗。那个，你光看这个跟没洗干净似的吗？是洗。咋还不干净嘞？这白的。我家没是不是光看着黑的，光看。这是那啥的，这咋照的这个印儿？照的这个印儿是呗。光得我把这个墙围啊贴一下。我把这个墙围啊赶紧的钉上去了。对了，光得我洗你床了，奶奶。嗯。那太高，这么太高吧？你再低点儿。哦。跟那个差不多的。嗯。那个吹啊。不行，应该上去。啊。那你把大眼睛了。那个好些了，那个把床睡去，睡去就摘了。摘了，这可睡，别你看上面都是干净一点呗，这个就是那个就剩那个叶。干净了，摘了。过年的啥的，干干净净的，都摘了。来，摘了。你给我扔了，床下干净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我啥事儿，回来再给你整的。